我说咱俩两清，我说咱俩两清，清不清？要不说你是狗逼呢？天苍苍，野茫茫，狗逼在跟我猖狂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。我跟狗逼记了仇，你等着啊！风里雨里，我天天等你。哎，买菜钱已到位，明天再说明天的。你还在 YY 直播呢，我能上哪儿啊，哥呀？我能上哪儿啊？是不？欢迎我妞妞姐，欢迎我姐妞妞，欢迎文化人妞。有素质、有修养、有文化的妞，欢迎你。熊，熊，能听你说话吗？啊，我就一句话，我本来没想用号登录，我听见他后面那几句话了，我才用号登录的。我就告诉你一句话，你长点记性，没别的了，就这一句话。长啥记性？一、二，还是我熊哥好。听见了吗，熊哥？他不乐意我这么跟他说话，我这么跟他说话他难受。那天求着我说麻烦我不让我这么跟他说话，他害怕。你还数三，拿着仨数吓我好年了，吓唬我干啥？一二三，二二三。我本来都打算睡觉去了，我在别的直播间过来的，我上你这不转一圈，我就没想登号，进来以后就听你来的，又欺负熊，你说登号吗？这是我俩加深感情的一种方式。你看我，你看我好好跟他说话，你看看他啊，给我熊哥。我不在你身上，拿起来，我听不着，我听不着，你拿起来。你说姐，我说我不在你欺负他我不管，我在你欺负他不中。哎呀，不是小熊熊，我在最后问你一回，就跟小雨我俩那个关系似的，我在最后问你一回，你希望我怎么跟你说话？尊敬。熊告诉他尊敬，好好说话。尊敬不好，尊重。你。